我们的领导终于找到了根治新冠肺炎的秘密武器了。经过了600天的 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经过了封城、戒严、口罩、疫苗、社交距离，他们终于找到了让不想打疫苗的人打疫苗的方法。答案就是 Whorehouse 妓院。奥地利的政府开了一家崭新策略战场，只要打疫苗，你就可以进去快乐30分钟。An Austrian brothel is handing out vouchers worth 40 euros to anyone over 18 who agrees to get vaccinated. Fun Palace in Vienna, which describes itself as a sex-star sauna club, says it's well-placed to help out the government. Many men with a migration background virtually refuse vaccination or don't even know that you can be vaccinated. And since we are actually reaching this target group, we decided to set up a vaccination street here.The offer comes after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banned unvaccinated people from public spaces, like hotels and restaurants, in a bid to encourage vaccine uptake. And it seems to be working. The clinic gave out 149 jabs on Monday, and everyone accepted a voucher. Mina, who works there as one of the showgirls, says the offer makes perfect sense.Well,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dea to have a vaccination street in the Fun Palace because the name Fun Palace suggests fun, and that suggests going back to normal a bit.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许历史上的经验来讲，妓院不是一个很公共卫生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分不清楚对错，好坏不分，上下不分，左右不分。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的话，为什么不试试看呢？或许这不是最道德的方式，但是不管。这个你怎么看妓女或者是妈妈桑这些职业，至少他们比 Dr. Fauci 诚实多了吧。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各国的政府要用各式各样的福利方案来去诱惑别人去打疫苗，因为这些产品很明显的有问题。在台湾因为病毒死亡的人数大概800多个，因为疫苗死亡的人数却超过了1000多个。光是这一点，你对疫苗如果有疑虑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足够了。因为好的产品是不需要这个样子强制推销的。例如 Tenfree 材质制造出来的指甲油， Niji Nails 的指甲油是一个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无毒无害，小孩甚至孕妇都可以使用。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还特别推出了 Holiday Collection 送礼自用两相宜。这样子好的产品是不是不用强制推销，或者是纽约的市长在你面前肮脏的吃汉堡，你才会想要呢？ Niji Nails 的回购率是 70%， 用过一次基本上就会爱上这个产品，不会跟打疫苗一样，打了一剂没用，打了第二剂没用，再打第三剂 Booster Shot 结果还是没用，然后再打第四剂 Booster Shot， 然后第三剂变成真正的 Fully Vaccinated， 无限的轮回。现在就去 Niji Nails 的网络商店 www.nijila.com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10 享受 10% off 的优惠。只要打疫苗就可以去找妓女，哪里啊？对不对？怎么样啊？那里面的妹正不正？这只证明了几件事，就是这个疫苗一点都不讨喜。如果大家这么爱这个疫苗的话，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贿赂人去打疫苗呢？甚至用性交来去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妓女，这代表了你的身体有多不值钱。你被捅一次，换别人被插一次，这个贿赂甚至比纽约的什么汉堡薯条，还有什么大麻烟卷夸张多了。汉堡薯条还有大麻烟卷都是可以随便丢掉的东西。现在这些政客拿的是女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神的殿，女人的生命，女人的健康，去来当这些随便可以丢掉的东西。如果我们观众里面有极端女权主义的人士的话，请马上去抗议，这个实在是太侮辱女性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毒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感染性病都没这个病毒可怕了，而且性交的时候就不会感染吗？ Social distancing 呢？最主要是这个可以显示他们是怎么看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跟超我的一个思考能力。超我就是我今天要起来去上班，我要去传福音，我把事实告诉大家。自我就是我想要天天做爱，我想要天天吃炸鸡，我不想上班，我只想在家里打电动。他们就是认为我们是一群无知的动物，无知脑残，分不清楚善恶，只会跟着自己的本能走的活死人。你们不是自由的，你们是被罪捆绑的，你们是一群奴隶。自由的人
或者是珍惜自由的人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 A free man never asks for permission。 不只是这些妓院在做的事情而已，这包括什么汉堡、疫苗、乐透，你就是你打了之后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如果说你不打的话，你的公司就会开除你，你会失去你的财富、你的工作、你的 security。 你无法跟一个自由的人这个样子谈判。但是经过了6000多年，我们变得被捆绑，我们被我们的欲望捆绑，我们被我们的期望捆绑，我们被我们的瘾捆绑，我们被我们的愚蠢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所以左派想做的事情就是只要用这些捆绑我们的东西影响我们就好了。这些政策不只是在告诉你说他们是怎么看你的，还告诉你说他们是怎么控制你的，他们是怎么操纵你的。很多人会说现在这个东西就像那本1894这本书一样啊，但是不一样，完全不同的书。这边推荐另外一本书 Aldo Huxley 的 Brave New World， 里面的内容是在讲未来的某某某天，所有的人都是奴隶，但是不是用死亡痛苦来捆绑你，而是用享受本能来捆绑你。透过毒品、药物、性爱，各式各样本能观感刺激，这个样子好像很不错，因为你好像吃到汉堡了，然后或者是你跟一个东欧的妓女上床了，你拿到了好多好多钱，好像很爽，但是你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你永远无法达到满足，你永远无法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你也无法让这个社会或是你的国家变得更好更繁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台湾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他们看你就是一群无脑的动物，一群只要小确幸的动物，但是我们看他们就必须好像是神一样的存在。人的一生当中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因为如果有神的话，就表示这个世界上是有秩序、有法律、有对错，每一个人都有活着的目标。没有神的话，就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只是这个宇宙中的尘埃，意外碰撞所产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圣经就是一本告诉我们这个神存在的书，证明神存在的方法就是亲自去一趟圣经上面说的地方。哎，伊森，你想不想去旅游啊？想啊，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政府从11月1号重新开启了旅游大门，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哦，真的？好啊，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我知道，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迦南美地旅游，他们在3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耶路撒冷的哭墙、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坐船游加利利湖，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乐趣。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好多人都说：“哇哦，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而且，迦南美地旅游公司这次的行程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马拉、以林和骑骆驼登上西奈山，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大家需要详细资料请和迦南美地旅游的 Pamela 或者是 Wendy 联络，电话1877-737-9937，1877-737-9937，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 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大家赶快打电话，这个名额满得非常快，跟专业的导游亲自的深度探索以色列，看一看圣经上面说的地方到底有多真实，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出圣经的律法是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亲自去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神说的地方，不然这个新的总理不知道将来会把以色列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候面目全非的时候都认不出来。例如之前失踪好几天的加州州长大人 Gavin Newsom，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好吗？听说打疫苗然后中风了，怎么办？没有这个大帅哥的话，加州怎么办啊？ Well， 他终于出现了，以下是他亲自讲述他消失这么多天的原因。 And I had that dinner. A lot of you know this dinner with the family. And the kids literally, they kind of had an intervention. They said they couldn't believe that I was going to miss Halloween. And we got a 5-year-old, oldest is 12, four young kids. And
And I'm defending myself. You know, I gotta go, honey, this and that. And my wife was gonna go as well. And, you know, mom and dad missing Halloween. For them, it's, you know, like worse than Christmas, missing Christmas. And I woke up that next morning with something that's probably familiar to a lot of parents, that knot in your stomach, that I had no damn choice. I had to cancel that trip. And I appreciate it. And so. 他说他本来要去那个温室效应，在苏格兰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叫那个 Glasgow Climate Summit， 结果肚子痛，所以在家里带小孩。底下的人在那边拍手，好像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一样。在家带小孩，我天天这样做，这一切都很蠢。首先，他没有重要到应该要去那个地方，他去那个地方也什么都不能做。他搭着排碳量超标的私人飞机飞半个地球，然后再跟左派的人分享说我们要如何节能减碳，减少碳排放量。那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干嘛呢？气候变迁的这个会议就这么几天，他消失了超多天的。除了跟他小孩过万圣节以外，他还做了什么？他跟他的姨婆 Nancy Pelosi 去了一个奢华的婚礼，身价上亿的石油大亨的千金结婚了。这一切听起来有多可笑，他没有去气候变迁、节能减碳、喝止温室效应，连奥巴马都说 Vote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it， 投票好像你的生命在这个上面一样，然后放弃这个东西，为了去参加石油大亨千金的婚礼。他当然要赶快去啊，对不对？很快这些石油大亨在英明的拜登统治下全部都要破产了。拜登不断的提名极端的左派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其中一位叫做 Saul Omarova， 我还以为是个男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粹共产主义的先行者。他的大学在俄罗斯，就在苏联读的，从一个苏联来的共产党党员，现在被拜登提名成一个 Banking Regulatory Agency， 例如像说什么 Federal Reserve 这个样子的组织。他几个礼拜前直接说，我们要设法让石油产业、煤矿产业以及天然气产业全部都破产。这几个产业是美国最主要的电力来源，是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来源，是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暴动的主要原因。这个就是拜登提名的共产党党员。Troubled industries and firms that are in transitioning. And here what I'm thinking about is primarily coal industry and oil and gas industry. A lot of the smaller players in that industry are going to probably go bankrupt in short order. At least we want them to go bankrupt if we wan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right? In short order. At least we want them to go bankrupt if we wan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right? 我们要他们破产，因为我们要治理气候变迁。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左派的朋友，你希望你的家里没有电吗？你希望你的车子没有油吗？提名就算了，我们可以怪到拜登的头上。那么民主选出来的呢？例如像说国会议员呢，这个自己嫁给自己哥哥，为了要办身份，然后支持恐怖分子盖达组织这个恐怖分子的国会议员 Elhan Omar 呢，他想要石油的开采商或者是石油用品的制造商要付$500 billion，因为他们制造出来的商品促成了温室效应的气体。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制造这个样子的污染。他出来说，就是他想要想着一些办法，让这些公司全部破产。要使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压这些公司。Large bipartisan maj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believe that fossil fuel corporation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ollution. The largest fossil fuel producers must pay for their pas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hich could raise at least $500 billion alone. They must pay for the lives they have taken.For the futures they have robbed, and for the lasting toll their greed will have on the plane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石油公司，然后没有天然气公司，也没有煤炭公司，那这个世界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就是石油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而且是让最多人脱离贫困的产业。
很多国家没有钱买石油的，然后也没有产石油的穷苦地区，那边的人还在烧动物的大便拿来做燃料，这个比汽油更伤害人类的身体，更污染社会，更污染地球，而且也更造成环境的污染。这些民主党的人，这些左派的人已经彻底疯掉了。他们是觉得经济还不够烂吗？ COVID 之后使用法律来逼迫公司开除这么多人，医生、护士、大公司、飞行员开除了这么多人，学校禁止上课了一年之后，现在说他们要打疫苗才可以上课，然后现在还要立法让石油产业在这个 COVID 的疫情当中是属于 essential 的产业，必要的产业哦，要他们倒闭。我们在思考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美国之前，我们先可以想一想他们是怎么看我们这些美国人的。事实就是他们就是把我们当成一群奴隶，他们要把一群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的人训练成一群无脑无知无能的奴隶，他们要我们不在乎美德以及道德的崇高，他们不要我们用神的形象来看我们自己，他要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而生存，他们要的是你乖乖的听话，你乖乖的听话的话就可以有汉堡吃，听话的话就有大麻抽，听话的话就可以去上一个东欧的妓女，听话的话就可以使用更多的娱乐欢乐充满欲望的麻醉药，让你乖乖的继续当他们的奴隶。但是就跟我一开始说的一样，你无法跟自由的人这个样子说话，你无法捆绑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属于耶稣的，并不是属于政府的。基督教十诫的前言，同时也是犹太教的十诫的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就是说，神是神把我们从奴役之家领出来的，我们没有义务要对任何一个政府屈服，没有义务要对任何一个人屈服，我们没有义务要当任何人的奴隶，我们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属于任何政府的，而是属于神的。上一次有一个人在留言区发问，凭什么只有基督教才会有民主？日本呢？台湾呢？事实上就是民主是只有自由的人才拥有的，民主的目的是要让其他人得到自由，而且保持自己的自由，而没有神的人，他们被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所以说无法成为自由的人。那么这些被罪捆绑的人终究只能成为左派的奴隶，乖乖听话，吃着 Bill de Blasio 的送的汉堡，抽一口免费的大麻烟卷，去一个政府控制的妓院， Slowly consumed by lustand die in their soul， 好像是蛮沉重的事情吧。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别忘了晚上10点收看看看留言吧。